的最新消息，刚刚很多用户都吓了一大跳，因为脸书母公司 Meta 旗下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在刚刚11:20左右无预警的发生故障，用户的账号呢通通被登出了，而且呢就算您输入正确的密码也没有办法登入。除了台湾之外，也有一些国外的用户反映有遇到相同问题，而截至目前呢 Meta 尚未对此进行说明，这是今夜最新消息。